麻烦师傅帮我看一下一个65年属蛇的男的。65年属蛇的是吧？哎，是是是，想问问他的健康。他刚刚做了那个膝盖的手术，想问一下他的恢复情况怎么样？对的，对的。我告诉你，哎、他两根筋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，筋啊，大腿的筋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他的膝盖骨、啊，因为他膝盖骨我看换掉了一个，好像是一个异物，不是原来的骨头了，嗯。哎，对对对，他刚刚做了一个大手术，嗯、那个膝盖的，本来说先开，哎哎哎，本来先做开一个小手术，后来呢，那个医生呢帮他做了一个，好像做了5项，帮他菩萨保佑他做得很顺利。嗯，你要叫他就是好了，换完之后也不要太累，也不能经常啊、大运动、大幅度的运动都不行了，嗯。哎呀。他也不听话，真的。我因为他是西人，所以呢就、我跟他说一下，然后让可能让别的师兄跟他再说一下，因为他就是不动，他就好像闲不下来。动没关系，不要剧烈的运动。不要剧烈的运动。嗯，好吧。嗯，要给他，好的好的，你给他多念点大悲咒吧。他自己会念，而且他也许愿了念那个小房子。他念了那个21，他念了21章给他的那个手术，然后之后又念了，又许愿了49章，在六个星期之内完成。怪不得。对对，都是他自己念的。我说，怪不得手术很顺利呀、真的非常的顺利，菩萨保佑。他那天做了手术之后呢，醒来5分钟就不停的念自己念大悲咒，之后呢，那个护士过来，他还要护士拿那个冰淇淋给他吃。真的，真的很好，还是小妹，真的菩萨保佑，而且很多师兄很发心帮他助念大悲咒。太好了。是的，还有师傅想帮想问一下他的那个前列腺，还有他的那个，因为他以前那个左眼睛那边开过手术，因为以前有个瘤，但是现在我看他的眼睛呢，他的那个长来长去，以前他说他也有这种情况，而且他现在咳嗽有咳嗽很厉害的。叫他继续要念往生咒啊，过去啊活的东西他打死过很多活的东西。对对对，他以前帮邻居杀过那些鸡，他以前不懂。一共要念多少呢？然后那个可以一次过念吗？那个往生咒很难的，他念的多了，他这个往生咒大概要念3200遍。3200遍。好的好的，这个许愿一次，然后以后就每天都要念是吧？49遍。49遍每天要念。好吧。好的好的。好。他那个前列腺怎么样呢师傅？前列腺现在没有扩散，没有什么，就是有点肥大，还好了。肥大。因为他就是经常上厕所。对啊，小便滴滴答答不干净啊。他的肾脏，对啊对啊，你叫他补补肾脏吧，肾脏。补补肾脏。嗯。他现在就吃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前列康叫什么？前列康。要吃那个前列康啊！前列康，好吧。好的，那知道了。好，麻烦师傅帮他看一下他的莲花好吗？他就是那个就去年在纽约拜师的一个唯一的那个那个新人，就是28972。还在啊，还在，还在是吗？去年好的好的，纽约拜师好像2-3个人了，好像新人有2个吧。你有跟他说，就是让他现在身体健康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，就他那个佛也很深的，当心健康是吧？对，其他没什么。我好啊。其他没什么。那他一共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给他的药精。小房子慢慢念吧，他的身体恢复至少要念180张了。180张。好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